是王进吗？是。 其实对于车来说，一旦进入到这种自动驾驶的这个状态之后，它其实是电脑在操控一个有轮子的工具，所以本质上它就是我们的菜。零六一四四三，收件人by one。还有点，第二页，第四页，第四页。通知消息，百度输入法。说百度的这个服务应该是能够更好的给残疾人。 更多的支持，是复杂的技术、平台性的技术，我们都来提供。他呢，只要想去他想他的创意，想他独特的这个东西，这样的话呢，创新的速度就会变快。